不是盲盒。哇，那我要这个。哎，我要最大的，还有这两个。那我就要这边。谁来掀开？哇！林德掀开。哇！哇！哦，两个哎！哦，它那个链是一个橡皮筋，真好真哦！你看，踩一下它能走吗？真的能走哎！这个是什么？这个脖子应该是要，这个珠子应该是要搞在这个洞洞里。现在到我开了。哇，你好暴力啊！是什么蛋？哦，这是恐龙蛋吗？是什么？哦，溜溜球。是呀。哎，可以哦。抓到我，我开这个啦！哇，这是什么？一个是什么？也是溜溜球。哎，那是比狗狗那个还包装。哎，哪个包装好一点？我拆开来玩了啊！啊，拆开来看一下。哎，乐乐你会吗？不够大力，好像是一个小车，一个小车，两辆小车，两辆小车，哦，两个哎，两辆车，哇哇，我有两辆小汽车哦，哦，我感觉质量好点。我这边好像是带电池了，哇，这是翻的，哎，这个奇迹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助力车，还是这个电动车快，来3、2、1，我开，我开，哪个好玩一点？我感觉我猜的都是挺好的。目前为止两部小车和一个溜溜球啊。对啊，都是比较好。这么大的箱子装的是什么呢？抽出来，抽出来。哦，好好哦，它这个哦，两个，三个，睡衣小英雄，这睡衣小英雄的。哦，是陀螺，睡衣小英雄陀螺。3、2、1。没搞平。这个刚才练了一下了啊，看能不能。哇，哎，练了。哎，可以。这什么玩具啊？女性的。女性的玩具。女性的玩具。哎，粉红色的。文具。哦，这是一个文具。这是一套笔，粉红色的笔，10块钱一个的这个馒头划不划算？划算，我觉得我这个比较划算点。